这一集你们看题目都知道是艾肯的 BM5 加上 FF7， 我已经做了关于 FF5 跟 A7S 系列，但是 A7S 使用性不大 ，FF5 使用性很大。然后这个我很喜欢的就是它有一个 D-tap， 但是因为在 FF7 第二代的时候，电池是比较凹进去的，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种的电池给大家看。FF 的时候可以用这电池，这是另外一种电池 ，D-tap 就是在后面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之前睡的电池 D-tap 在上面这个地方，但当我用在上，不是这 USB， 这是 USB 接口，它有两个接口，一个是 USB 供电，一个是上面的供电。 这上面的地方，当用上面的地方的时候，电池是塞不进去的，这边是顶住的，这边是顶住的，塞不进去的，所以必须要有买这种电池，是它的 D-tap 在后面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 FF7， 你有后面那一个延长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 Vlog。这个是 Vlog 的电池 ，Vlog 电池的上面就肯定会有这一个 D-tap， 也是有这一个 D-tap 的时候就可以插进去。 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就不用多余的电池，基本上一个电池解决所有的供电系统。所以，因为我没有后面那一杂东西，所以就用这个来代替。这个已经很不错了。整个设置你可以看到，时间基本上快很多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你拍摄的时候，你设置的时间是看很久没有用 FF7 第二代，当你开起来，两个同时开起来。HDMI 我应该把这个选。Please extra VR， 哇，怎么那么多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要重新设置这相机。 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它换一下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可能把它相机移到上面来看一下。看到这个色彩就准很多，这一个，我们来录制一下。这白平衡是3200，你可以看到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这个相机的白平衡。Y balance。 差不多了，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就有点偏黄，这个所以这个色温我应该设错了，我把它再把它显示的色温给换掉，系统图像配置亮度色温6500可以看到这两个就现在就比较接近这两个，所以看到。 基本上声音比较小，我把这拿远一点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色温跟这色温就比较接近了。所以这个 PortKeys BM5 当用在 FF7 上面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，而且我很喜欢它有两个地方我很喜欢，一个当你拍摄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大。这可以放大吗？这已经是放大了。FF5 可以放大。 主要是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如果是你是摄影师，基本上有这三个东西，你就可以知道白平衡，知道你的曝光。其实曝光是有点弱的，这曝光应该更亮一点，应该是差不多报到差不多70%左右。可以看到，我把它锁一锁，一直移来移去，锁一下。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因为这个设置的话，基本上很多信息你都可以看在里面。白平衡这个 histogram， 这个只是 photo 的时候有用，其实最主要用的就还是这一个 waveform 跟这一个 waveform。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是不是摄像师，光是看这个的时候，这个信息量不够。 我把它白平衡一下，看到这个对焦对得上吗？对焦对得上，可以看到。基本上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到，我皮肤的颜色应该是指向那一边的，就皮肤颜色有点偏黄，所以白平衡后面后期你可以大概拍摄的时候你就知道。 你所需要什么？你说你可以把 LUT apply 在这里面，这样你去看嘛。因为这个它的显色可能跟你拍摄的颜色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，我看了以后觉得有点差别。所以当我 apply LUT 的时候，可能当我现场拍的时候可能会偏黄或者偏蓝，就根据我白平衡，就因为我所拍到、我所看到的跟我所拍到的颜色会有一点点的差别，但是曝光来讲。 基本上我看到那么亮的曝光，在后期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曝光。我现在拍摄的是 S-log 2， 所以当我拿到电脑的时候，跟这个颜色很接近，可以讲基本上很接近。我试过 FS5 很接近，比 FA7S 也是很接近，所以这个的曝光是可以相信的，因为它的亮度的问题，所以从阴暗到暗部的地方，我基本上可以看得到。你可以看到。 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好，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设置下来就是一个电影一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基本上拿起来拍摄，把它拿开，把它倒过来。 哎呦，有点头重脚轻，放进去。Standby 出来，把它拿开。所以看到你拍摄的时候，基本上可以用这来控制，我就可以看到两个屏幕，所以这个屏幕也算不错。Rolling 一下，再录制了。 所以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它是蛮对焦，哎呀，手动对焦 ，focus 把它变成手动的比较好。所以当你看对焦的时候，基本上平衡感还算可以的。当这样子拍摄的时候，也是可以，就整个平衡感基本上不会太大，不会太小，就是这个有点松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，所以整体性还算可以的。一个电池供应外置显示屏跟